今日之点，一齐猪猪狱中揾自由嘅林卓廷。入察失自由呢、這个道理小朋友都识，但对于林卓廷议员嚟讲呢，可能佢习惯咗用反常识思维谂嘢啩，所以对一般人觉得系常识嘅嘢都会另有一番见解。话说林卓廷因为参与旧年揽炒派35+初选，涉违反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，从年初还押至今，唔少黄毒之徒入狱后都甚生活难挨。但阿挺就似乎越踎越精彩。近日佢喺社交平台上咗一篇名为《在狱中运动体验自由》嘅文章，分享佢喺狱中揾自由嘅经验。林卓廷话：佢好珍惜朝早瞓醒后嘅自由时间，通常会利用呢段时间喺舱内做单人运动，例如做120下掌上压、500下上腹 sit up， 再加来回跑，直至令汗水洒满地面。佢仲好识善用放风时间参加多人运动，话会感受到刹那自由。阿挺仲好专业噶，会经常请教囚友点样纠正健身动作。终于有一日，阿挺参悟到，原来多做运动就可以令黑板嘅狱中生活注入属于自由嘅含义，仲可以重塑心灵，令日子唔太难过。各位手足系时候学嘢啦，阿挺你系得嘅。